以前有人说他看了鲁夫的手相，发现鲁夫竟然有统一天下的王者手相马斯卡基森。他一查这个手相的特征，发现这根本就是鲁夫。他说难怪鲁夫会有霸王色，不愧是尾田老师埋这么深，太厉害了。那其实作者并没有这个意思，虽然他很配合对方说的，但这完全就是个巧合。马斯卡基森就是我们讲的断掌，又称猿仙。话说猿不就是鲁夫的代表动物吗？要说这是巧合也太夸张了。像是一些知名人物，织田信长、丰臣秀吉、德川家康、手冢治虫、上田家佑、福山雅治、木村拓哉，还有我，都有这样的手相。那作者是怎么画出鲁夫手相的？以前有个手相艺人有讲过，我还记得他说过，鲁夫的生命线在这两年修行后变得更长了。他问过作者这个问题。其实作者在画鲁夫手相时，都是看着自己的手画的。原来真正的王者是尾田老师他自己啊。